带妆睡一宿难受不？这不工作室吗？对，喝酒现在都断片了。我来个这儿。啊？来个这儿。不是你不知道吗？一点不记得。不记得了。不是，咱说，那谁喝完酒了，跑进工作室一顿作一顿闹啊？啊？就找雷硕。说啥呢？说，昨天晚上我都要睡觉了，哐哐砸门，就要非要进来，进来就不走，那不然呢？还有别人吗？我能看到这儿？就是我这儿就是没有监控，但凡有监控，我都能给你拍下来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说了。起来了起来了。难受不？喝点水。还行。啊？还行。快起来吧。你说，那我要是不在这个城市了，你喝多怎么办呢？那就不是你的事儿。进来。干嘛呢？啊？干嘛呢？就你不要上班去吗？给你煮个面。嗯。啊。吃完面就走呗，坐吧。啊，嗯。哎呦，这面火太大了，我去，这不行啊，这怎么整？这好久没煮了。哎，你还记得俺俩刚上班的时候吗？啊，一到半夜你就饿，一到半夜你就饿，一饿就让我去给你煮面。完，最可气的是煮完面之后，面都我吃了，完你喝点汤就睡了。不爱吃呗。行，不说了，上班。不，这走了，不吃了。哎，不，你昨天晚上说话算不算数？你说啥了？你不记得了？我不记得了。一点都不记得。说啥了？我有录音。啊？下次给你听。去吧。